Lee, and let me introduce, this is Kendrick. Hello. This is Lee. Hi. So today we'll be talking about football. Apparently I'm not the expert, that's why we need the real fans here. Kendrick, 你算是足球迷对不对？我当然算足球。哎，这是足球衣吗？对。特意换上，什么时候换上的？那这是哪个队的？葡萄牙。为什么写的1974到2014？这个你问我，我真不知道。那你算是足球迷吗？不是。不是。对，基本上不怎么看。不怎么看？那你在这个视频里干嘛？那你又问我，他是翻译。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呢邀请你作为语言嘉宾，好吧？好。这位是球迷代表，这位是粤语代表。So in this video, we'll be talking about famous football players' names i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Let's get started. First one, okay, that's Lionel Messi. 普通话叫梅西。梅西就是英文 Messi 的音译。对，梅西。梅西。那粤语叫什么？梅西。一毛一样的。对。梅西。嗯。哦。所以他这个更接近英文的发音好像。对。不是一样的吗？不是，叫 Messi。Messi。他叫梅西，一个 C， 一个是 C， A B C 的 C， 对吧？对对对。你再说一遍干什么？梅西。梅西，对啊。他叫 A B C 的 C， 我对不太一样啊。下一个 Cristiano Ronaldo， 普通话叫 God。 他是你最喜欢的球员吗？啊，最啊七号就是他。对啊。哦，对吧？你要看镜对镜头。哇，真的哦。普通话叫 C 罗。C 罗。Cristiano Ronaldo。 这么长？对。你再说一遍。Cristiano Ronaldo。 是不是跟英语一样流利？是比较顺。但大家平常就称呼 C 罗，对吧？对，这样好叫。C 罗，所以是一般叫他球王。球王 ，The King of Football。球王不是贝利。叫，小学那个课本语文课上的，对，就这样。语文课有上说过吗？有啊有啊。我觉得可能小学语文课本是要改一下。那他们俩谁厉害？其实球王有很多人心里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传统意义上的四位球王，贝利、马拉多纳。梅西和 C 罗，但是在我心里独一无二。C 罗 ，OK。那在粤语里他叫什么 ？C 罗拉多。C 罗拉多 ，OK。下一个 David Beckham， I know him。普通话叫贝克汉姆。贝克汉姆就是对，但是我们一般叫小贝。小贝。对。那他也不小了。对他，因为他成名早。哦，他多少岁成名的？颜值太高了。对，我也觉得他很帅。哎哎。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粤语叫什么？贝哈，粤语真的是根据英文的发音然后去音译的哦。OK， 下一个内马尔，内马尔啊、这个很还原哦，基本上是一样的。嗯，又一个磊马，磊马，对，儿呢？磊，没有，磊马，对，哦，普通话就是磊马，磊马，是吧 ？It's a swear word， 磊马。OK，Kylian Mbappe 是这样念的吧？我不知道。那普通话叫什么？姆巴佩。姆巴佩。对。哦，那也挺像的。马巴佩。马巴佩。有点好笑。马巴佩。马巴佩。马巴佩。OK，rapper Lewandowski。莱万多夫斯基。莱万多夫斯基。莱万多夫斯基，好长啊。莱万多夫斯基。哦，一样的，两边都是差不多的。对，好，下一个是 Kevin De Bruyne，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不是，所以可能是 Kevin De Bruyne。De Bruyne。对。哦 ，OK。可能是。那普通话叫啥？德布劳内。得不偿失。德布劳内。好，这个很像粤语的。德布雷。什么？你编的是吧？德布雷。The bullet. OK， 下一个 Zlatan Ibrahimovic。对，对吧？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那有曲吧？莫维奇。这个 C 就是曲，这不是英文。对。那平常你说他的名字就说那么长吗？伊布。哦，就伊布。对。哦。伊巴希莫维。伊巴希莫维。哎。伊巴希莫维。伊巴希莫维，我觉得可能是他的名字在其他语言里的叫法。他是瑞典人，他看起来很像一个裁判呢。哦，侮辱啊！是吗？下一个是 Zinedine Zidane， maybe， 普通话是齐达内。齐达内，对，
一点都不一样啊，因为是法语嘛，他是法国人嘛。哦，齐达内。对，那粤语叫什么？西丹。什么呢？西丹。西丹。嗯。哇，特别不一样哦。普通话叫齐达内，对，粤语叫西丹。对，铁头功也挺厉害。铁头功啊？什么意思啊？什么铁头功？是世界杯决赛的时候，他把马特拉齐头顶翻了。It happens. He's just hitting Materazzi in the middle of the chest. 还可以用头顶人呢？对，因为马特拉齐好像侮辱他的姐姐，然后他受不了，生气。那也是法国队输球的开始，所以那也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那他顶别人是犯规了吗？顶别人，对，他是被罚下了。别人故意的吧？别人骂他，对，球场上这种很常见的垃圾话，就是想激怒你，激怒你，然后让你犯规。因为他是法国队的绝对核心。好坏。好，下一个是 Mohamed Salah。Salah。哦，他是哪里人？他是埃及人。埃及人哦，那他普通话叫萨拉赫。萨拉赫哦，就跟他的发音基本上一样的。他的昵称叫法老。哦，因为他是埃及人。他是埃及人。然后也很厉害。很厉害。哦。埃及法老萨拉赫。OK， 那他粤语叫什么？萨拉。那赫呢？没有赫。哦。沙拉。你看他不念赫，萨拉赫，你们是萨拉。对。哦，然后下一个是 James Rodriguez。啊，这个就到我展现我语言天赋的时候啊、哦！你快，你来。他不叫 James， 那个音叫 James。James。对，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但是我跟你讲，我在网上找他的图片的时候，我发现别人说其实就是 James，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看到有人说是因为他的爸爸是喜欢 James Bond 给他取的，所以少上网，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叫他哈梅斯。是吗？对，哈梅斯。对。是吗？对，那粤语叫什么？这一罗。你看，这一罗啊，我们也叫他这一罗啊。那你怎么不叫哈罗呢？这第一个发音这。对呀、啊，那你不说不叫 James， 叫？因为中国人都不可能，中国人一开始都不知道。哦，所以普通话叫 J 罗。对。你刚刚说叫啥来着？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两个名字。对，但是我们管他叫哈妹。哈妹。对，妹妹的妹，因为他在皇马的时候，就是在 C 罗面前他们。这些老大哥面前、啊、很娇羞，对对对，很娇羞，然后性格特别好、哦、然后就像个小女孩一样。他年纪很小吗？他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大吧，九。哇，三四十。哇他妹 J 罗，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OK， 粤语是 J J 罗。 J 罗。好，下一个 Xavier， 普通话叫哈维。哈维。对，哈维。哈维。哦，因为这个名字就是 X 开头的这个名字，在英文里是念 Xavier， 但是他在其他的语言里好像是有念 Javier。又到我展现语言天赋的时候了。咋了？那个 V 西班牙语发 B 的音。那怎么念？沙比。沙比。对，虽然听着有点像骂人，但他正确发音就是沙比。沙比。对。哦，在普通话里的话就是骂人哦。接个电话。好，我知道了，我看到了，好，谢谢。那粤语叫什么？沙伟。沙伟，哎，他们的发音就是另外一个了。沙伟。哦，所以有不同的，很多不同的发音，这很有意思。他是哪里人？西班牙人。他不写卡塔尔？他是在卡塔尔踢球。好，下一个 ，Luka Modric。我们叫莫德里奇。莫德里奇，就是他的姓。卢卡·莫德里奇。卢卡·莫德里奇 ，OK。莫德里奇呢？没有奇。哦，刚刚那个他们也没有奇的。嗯，莫德里。对，皇马球迷管他叫莫妈。为啥？因为他也是很娇羞的那种类型。那怎么不叫妹呢？但是他太强了，所以我们叫他莫妈。莫妈。他对于皇马球迷来说就像妈一样。下一个 ，Eden Hazard。嗯。啊，念错了。对，不喜欢他。为啥？因为他是皇马的七号，新七号。接过 C 罗的球哦，他不厉害吗？他的表现很糟糕，好像两年只踢了三十场比赛，进了五个球。他叫阿扎尔。阿扎尔。对。阿扎尔 ，OK， 阿扎尔。嗯。粤语叫什么？哈萨德。哈，你在说英语是不是也叫 hazard？ hazard 好像是。这个单词是 hazard， 但是他的名字好像是念 azar。对。哦，所以粤语是根据这个单词 hazard。翻译的、嗯、对叫什么？哈萨德也很不一样啊，普通话叫
阿扎尔哈萨德，对，非常不一样。OK， 下一个。对哦，他好像最早普通话也叫哈扎德。哦，那为啥改了呢？可能后来发现翻译的人错了。OK， 哇，最后一个啊，这个好帅啊 ，Ricardo Kaká， 他普通话叫啥？叫 Prince。Prince， 真的吗？叫王子？我们的别称。普通的英文叫卡卡。卡卡。对。哦，就跟他的自己的名字差不多。对，就叫卡卡。那他为什么叫 Prince？ 因为帅啊。我们的印象里，王子也就长这样。是挺帅的，是不是？但是他好像不叫卡卡，就是卡卡这个名字不是他出生的时候就起的，好像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那他粤语叫什么？卡卡。卡卡，好像跟那个切菜似的。卡卡，卡卡确定吗？嗯。所以他其实就是他的声调不一样。对。卡卡。对。卡卡。卡卡。卡卡挺可爱的，他跟 C 罗关系很好的，好到像恋人一样。他俩有一个别称，叫卡佩罗，卡佩罗，哦、卡佩罗，卡卡佩 C 罗。而且原因就是因为有个英格兰的主教练叫卡佩罗。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选的这几位非常著名的，都是著名的，对吧？肯定都是著名的。非常著名的足球球员，他们在普通话和粤语里面的名字有很多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些因为翻译的关系其实是差别很大的。 OK, anyways, I've learned so much in this video as well. I hope you guys have liked it.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 bye. 对啊。你别笑。哈哈的，一样的。对。看啥？他好像普通话也叫……你别笑了。